第六章。罗马书第六章。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。找到没有？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了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像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这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以下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继续来交通罪人与义人的区别。我们上午交通到第十三，在律法下都是奴仆，在律法下都是奴仆。在律法下什么作王啊？罪作王。因为在律法下罪就做你的主，因为你今天在律法下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在律法下罪就做主。这样呢，上帝把律法和律法的规条以及那个愿意守律法的肉体都同钉死，对不对？肉体也钉死，肉体守的规条钉不钉死？钉死。这就致死地上的什么这几个规条给钉死，肉体也钉死，愿意用肉体守规条那个肉体给他钉死，完了把规条也钉死，他叫你没有地方守。这样呢，罪必不能做你的主，不然的话罪在你这必死的身上就做王了。好，咱们先看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。那么上午课我们讲到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先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下面就紧接着就把那个愿意守律法那个属地的肢体跟基督同死，这样才能处理掉罪的问题。第六章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我们仍然在律法下叫借着律法叫罪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在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已经死了的人不可能在罪中活着，岂可在罪中活着呢？因为我们向罪看是死的，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怎么可能活呢？一个真正归入基督耶稣的死，他怎么能活呢？有人说我又活过来了，我从前死了，我现在又活过来了，这就说明你的信仰有问题。我们现在看啊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为什么受洗要归入他的死？基督死了，我和他同死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我信不来，上帝就借着一个洗礼，叫你再借着这个洗礼，把基督的死给形象在你的身上，成就在你的身上，什么意思？基督死了，你没看见基督死，
但接着洗礼，等于你跟基督同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接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说这个洗礼你不要把它当成水，进水里我洗一洗我就干净了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接着洗礼是归入基督的死，把这个罪身给它灭绝掉，因为有罪身就没有办法不犯罪，有律法就没有办法不犯罪，唯独没有律法的，没有罪身了，罪身灭绝了，他就不能犯罪了。那今天我借着这个洗礼，就等于罪身灭绝了，把这个罪身就处决在旷野中间。我们往下看啊，前面是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好有新生的什么样子。我们的旧人不死，新人没有办法活，新人不活，一举一动不可能有新生样子，就借着洗礼。那么一基督死了，我不能自己，我不能直接找个十字架把我自己钉死，我要自己找个十字架把我钉死呢，那就是自己死，那叫自杀。耶稣的死是自杀，是他杀，他杀。你的死也必须是他杀，而且你的死不是自己死，不是别人杀，而是必须跟基督同死。那跟基督同死怎么办？我借着洗礼，对不对？我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就在这个洗礼就跟他的死联合了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形状。我今天用信心的达不到那个程度，就借着洗礼把我给带到那个身临其境中间，带到耶稣基督在公园钉十字架的中间，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中间，带到那个中间，基督的死就等于我死了。所以今天我必须借着信，相信我和基督同死了。那么为了这个增强这个信心呢，就把你带到水里头去了，带到水里，今天我下水的时候代表我和基督同死了，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代表我和基督同活了，是不是？死是谁死？旧人死。活是谁活？新人活。埋葬是埋葬什么？旧人。罪身埋葬，那复活的是谁的身体呢？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的必死的身上做王啊！你若是不死，律法就能管到你，因为我像律法，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是不是？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我若不像律法死，就没有办法向神活着，唯独像律法死了才能向神活。这一次洗礼，我就相信我像律法已经死了，像罪已经死了，像肉体已经死了，像邪情私欲已经死了，像撒旦的权势已经死了，像这世界已经死了，像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都死了。借着洗礼就起到这么大一个作用，就完全凭着信心，我相信这一次洗礼就是跟基督同死了，罪身已经灭绝了，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好不好？一个罪人呢，他在旧人里头，等一会儿咱们就看吧，他在旧人里头活着，他没脱离旧人，是不是啊？一个罪人，他就没因为洗礼，他没相信我今天已经借着洗礼脱离了律法，像律法，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因世界就像世界死了，因老我就像老我死了，因肉体就像肉体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因撒旦我就像撒旦死了，好不好？我既脱离了撒旦，又脱离了肉体。又脱离邪情私欲，又脱离旧人，又脱离旧性，又脱离世界，是不是？又脱离律法了，不在律法中间，所以活着的就是谁活着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所以这样一举一动才好有新生的样子啊！我不死，基督就不能活，因为今天必须我死了，基督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里面替我活着，对不对啊？我不死，谁活着？我活着，我活着，我使劲活，越活越像亚当。越活越罪，活出罪的样子。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人，他在里边活，行不行？上帝说：“孩子，你们活不了，你们死了吧，我活着，我住进你心里头，我长大成人，我替你活着，行不行？要不要？要基督活着，要我活着，
基督活着。有基督活着，那我借着洗礼，今天借着洗礼，因律法就像律法什么死了，叫我可以向神活着。这是保罗亲口说的话，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不废掉神的恩。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白死了。义不是借着律法得，不是守律法，而是什么？脱离律法。怎么脱离呢？怎么脱离？借着死脱离，好不好？耶稣已经救我，赎出我，脱离律法。现在我要凭信心归入基督的死，借着死我就脱离律法，好不好？他赎出已经做成救恩了，我今天借着信心，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就等于脱离律法了。第一件事情脱离律法，第二件事脱离罪，第三件脱离肉体和邪情私欲，第四件事脱离世界，脱离撒旦，对不对？都脱离了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什么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没有旧的了，旧事都马上过去，因为旧人死了，旧事是从旧人里出来的，旧人要死了，那么这个旧事，这个窝巢是什么呢？旧人，旧人就能犯罪，旧人就能里边所产生出来的就是旧事，我要把这旧人消灭掉的，那么现在就没有旧事了，旧事就已过，都变成什么？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这是绝对的真理。我们注意往下看啊。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。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，一模一样的。你若不今天这洗礼说我没死啊，边受洗边我们那边边个大手按在人头上，边告诉你个别相信这次洗礼就是死了，就没死啊，你还活着，因为你还会犯罪呢。你说这个洗礼成没成功？不成功的。当受洗的时候唱一首歌，不知道你们这边会不会唱歌？已经死了，已经葬了，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，完全了了，完全了了，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，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是不是唱这首歌？会不会的？嘴上那么唱，心里不是这么信的。教导弟兄姊妹，可别这么信了，可别相信死了，你还活着，还会犯罪呢。你看他这是信吗？这个教导的人本身就有问题，是不是？这教导的人有没有问题啊？这教导的人问题不是一般的大的，他根本就没明白救恩，所以他去洗礼去了，给别人受洗，别人受完洗了，完了之后呢，就相信我半死半活的，没死透呢，没死透你像什么活着？像罪活着，死透了，我已经死了，已经灭绝了，罪神已经灭绝了，就像谁活着？像谁活着？注意往下看啊，当你要一死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他的形状是在十字架上，且死在十字架的形状是为我们死的这个形状，罪身被挂在木头上的这个形状。那么下面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下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必须与基督联合，不是我今天活出基督，是基督要在我里面活。圣经有没有活出基督这句话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教导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活出基督，要活出基督，有这句话吗？圣经有没有基督在我里面活？有。圣经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们要活出基督？你怎么这么吹牛呢？要活出基督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这是一个吹牛的一个人说的话。我们要活出基督，大不大胆呢？这是夸口的人这么说话。我要活出基督，上帝说你不能活，我活来。耶稣基督亲自住在我心里，长大成人，长得满有基督的身量，活出天父的样子。怎么你活出基督呢？你能活出基督吗？等一会儿咱们看谁在我里面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还是我自己活出基督？
是我死啊，还是我活出基督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呀，还是我活？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好，咱们往下看。因为知道，注意看，在这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叫罪身灭绝呀。灭是什么意思？消灭掉。绝是什么？绝根了，是不是？连根都拔出来了。罪身是就灭绝的，罪身呢就能产罪的。我把罪身灭绝了。一个真正的明白救恩的人，他不可能用肉体去守律法的方式去想达到上帝的标准，这都是错误的，这是当今教会的一种错误。这里边是叫罪身灭绝，目的是不再做，叫我们好不再做什么的奴仆啊，罪的奴仆。罪身就像一个产罪的工厂一样，好，我不把它灭绝了，我把它留着。这是个产罪的工厂啊，这是个工厂，它每一天产出来的是什么？罪。它每天产出的是罪，就像产炸弹一样。日本鬼子有兵工厂，兵工厂里头产出来的是什么？枪支弹药，目的是打谁？打中国人。就在咱们这个地方，黑龙江那个大森林里有个兵工厂，这个大兵工厂是供应全国各地各个地方的日本鬼子的枪支弹药，是不是啊？他出来打你，你不知道这弹药从哪来的，啪啪就打你，对不对？炸你，炮弹也炸你，不知道你炮弹从哪来的。但你知道这个炮弹就是，你光去打那日本鬼子，你怎么打不绝，是不是啊？你光着去炸他那个，拿出来几个炸弹你炸一炸，拿出几个炸弹你炸一炸，你就给他打了。但这里边继续往外什么生产呢？他继续生产呢，继续生产的想方设法用什么呢？间谍到他中间去，潜入到他内部去，把他那兵工厂给他什么炸了。他还能不能产了？不能产了。那我们这个旧人应当给他灭绝了，他就不再继续产罪了，是不是？而是真正属神的人，他是明白这个理；不属神的人呢，他不明白这个理，他就觉得我这旧人在这活着，半死半活的，还要荣耀神，还要见证神，还要活出基督，自不自夸呀？自不自夸？这明显是自夸嘛？他能活出基督吗？他想方设法要活出基督，能不能活出来？也活不出来，是不是？肯定是活不出来的。那么这里头讲的很清楚的，第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一同什么？一同钉十字架，旧人钉十字架，目的是使罪身灭绝，好不再做罪的什么？把那老窝给他端了，把老亚当的老窝给我留这个老窝，罪身给他什么？灭绝了。灭是灭掉，绝是给它刨出来的，就是连根都给它挖出来，这叫灭绝，叫罪身灭绝，好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什么奴仆。下面再看第七节，因为已死的人，现在洗礼归入死，已死的人是脱离了什么？那有多少人这个脱离罪，他要用什么方法？用守住律法的方法，而不是脱离律法。接着死，我脱离律法，罪身也给它灭绝了。不是用这种方法，而留着罪身，留着律法，留着这些东西，用罪身去守律法，想要达到上帝标准，用一个人来活出神的形象，加工这个旧人，加工这一个人。我们弟兄姊妹，是新人能活出主的样子，还是旧人能活出来？新人活出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新造人才能活出来，旧造的人，老亚当给你留下那个就得灭绝，他不灭绝，一活出来就是谁的样子啊，就是老亚当的样子，使劲活呀，努力活呀，活没活过？咬牙切齿的活呀，跺着脚的活呀，弟兄姊妹活没活过？啊，使劲用肉体，使劲板呐，使劲手啊，使劲憋呀，想活出基督的样子，能不能活出来？活过没有？使劲过没有？自己使过劲吗？
使没使过劲儿？啊，结果是什么？是失败呀，还是得胜的？失败。失败。那这么样失败，怎么有许多人还继续自己在那活？我要活出基督，嘿嘿嘿，我要活出基督。是你活，是主活。主活。保罗最后得到一个活着的不在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因为唯独基督在你里面活，才能活出天父的样子。因为耶稣说，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只有基督才能把父神表明出来，我就得接受基督在我心里替我活着，才能把父神表明出来。我要叫他在我里面活，我必须把我的先拿下，对不对？必须先脱掉我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里面我们注意看第七节，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的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他同活。你信不信我和基督同死了？那你信不信我和基督同活了？好，再往下看啊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还在用不用死了？表面死只有几次？一次。下面看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，只有几次？一次。这就叫你相信像罪死只有一次，因为他像罪死只有一次，他是像你的罪死的，你的罪归到他身上，他死了，好把罪脱掉，不然的话他不能从死里复活。这样我们也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是不是啊？罪在罪上死了才能从死里复活，有罪的人不能复活，唯独无罪的人才能从死里复活。往下看，只有几次啊？一次，他是像罪死，这样我们像罪死；他活是像神活着，这样你们像罪看，也当看自己是什么？像谁活着？像谁看是活着？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单看自己。两个看，一个是看死，一个是看活。把活的，把能看见的信死，把看不见的信活，这样的信法是对的。哪个能看得见？非肉体能不能看见？什么叫信心？非肉体能不能看见？这属灵的生命能不能看见？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。现在我要把这个信看得见，把这个信看不见。怎么能看不见？把他信到坟墓里头，他死了，他活了。肉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因义而活，这样就可以看得见。看得见哪个？看得见新的，看不见哪来了？旧的。这是信心，上帝要的信心。你有没有这么样的信心？把旧的信死，把看得见的信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信看得见，把死的信活，把活的信死。听清楚了吗？把我的信死，把主的信活，对不对？相信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基督是看不见的，但今天你相信是谁？是看不见的主在你里面活，还是能看得见的你在活？谁活？我活是主活，既然是主活，那就不是我活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埋葬了，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信不信呢？你能不能这样承认？这是要求出来的，还是信心拿到的果效？信心。我在红梅镇那边看见那里有个三次会堂，一个姊妹在上面来讲道，讲道就是来白我。他那讲道根本不是讲道，他也不查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长啊，长大成人，长啊，长啊！弟兄姊妹要长了，活出基督啊，活呀，活出基督啊！下来我跟他交通，我说姊妹，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唯独神叫他什么？神啊，是不是啊？保罗说：“我在跟亚伯拉浇灌，神叫他什么？”生长，那生长在乎神？你叫弟兄姊妹长，你这不明明是你这不站错位置了吗？把弟兄姊妹都领错道了，叫弟兄姊妹长。你种地，你种地长的是你叫他长的，还是主叫他长的？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这怎么这把这人都按错位置，叫弟兄姊妹长啊长啊？我说你长个试试，这对吗？神让他生长。不在乎栽种，不在乎浇灌，乃在乎叫神叫他生长，对不对？是神叫他生长。你活呀活呀活呀，谁活？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是不是啊？
必须我进了戏里脱去救人，脱去救人，穿上相面，穿上哪个人？下面像最看当看自己是什么？死的。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上午我查到加拉太书第二章怎么说的？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，是因信而活。上帝就叫你借着信活着，借着信活着是基督活着，借着律法活着是自己在活着。我这个肉体不是天天的肉体在这活着，犯点罪洗点罪，犯点罪洗点罪，是要把这整个的惨罪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归入基督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对不对呀？对，耶稣的血洗心，肉体归入基督的死，不是洗，你承认吗？罪身是灭绝，不是搁那留着，留着去守律法，守不住就犯罪，犯罪就认认罪，就洗一洗，这对吗？对不对？这完全是错误的，这根本就不是不照圣经啊！上帝要你脱离律法，你去守律法，你用什么守律法？用那罪身去守律法去。注意听啊、哦，这地方你要不注意听，我告诉你，一下就过去了。救人是死，是留着守律法；救人是死，救人是埋葬啊，是留着叫他活着。埋葬，埋葬，活着。如果叫他活着，就得靠守律法，守不住就得犯律法，犯律法就是犯罪，犯完罪的问，这犯完罪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这么信的？多不多？多，就那么信的。你看人就能给那么信，我就纳闷，他不照圣经信，他留着救人，这里面说救人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第六节是因为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圣经的新约圣经提到救人脱掉，救人同钉十字架，罪身灭绝，这样的经文多不多？坏体毁坏，这样的经文多不多呀？救人往下拖着，他要搁那穿着救人，穿着救人完了就用守律法，守不住就犯罪了，问问那犯罪怎么办？你说这个人明没明白？明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他就一个救人，他连新人都不具备，难怪他拖不下去，他要拖完了就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拖不下去，他就一个救人，不具备新人，他拖啥呀？穿啥呀？他穿不上，所以他就在一个人里活，用这一个人改良改善，用这个救人又行善又作恶，都是他，行好了就行善，行不好就作恶，就这一个人在那里头去加工这一个人，把一个人在那里改良改善，这样人我告诉你，信一万年他都白费，你信不信呢？他都白搭呀，他都白信呢，信一万年，你给他一万年的工时间，别说挪亚那时代给他们多少年时间？120年。今天神给我们多长时间了？有的人可能信主信好几十年了，明没明白？为什么不明白？罪没赦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我们先看两节经文啊，先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先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一章77节。他里边没有灵，没有主的灵，这个人你就你怎么给他讲他都开不起，你怎么给他讲都开不起。下午谁在告诉我在犯罪怎么办？你怎么说的？罪身灭绝，你跟他告诉他罪身灭绝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你不能在罪的旧的里头活着，听清楚了吗？不要叫罪在你的必死的身上做王，你因为你这旧人活着，罪就在你身上做王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罪就不能做王，必在你里面做王，是不是啊？基督活着义作王，我活着什么作王？罪作王。你让谁活着？这信心归入基督的死，像最开始死的，这样罪并不在你的必死的身上作王了，不然的话就作王了。第77节找到吗？一章77节，耶稣为66也新约圣经。77节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为什么人会知道救恩呢？无罪了，
因为今天你不知道救恩，就是因为罪成为拦阻。因为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了，不然的话永远不知道救恩的。好，有一部分人罪没得赦，你看也学习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第六节，提摩太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啊，多看一点经文，从前面开始看，下面就出来这么一群人在旧人里活着，完了还教导人，是不是啊？以敬虔当做得力的门路，有敬虔的外貌，背着敬虔实意，这么一群人来教导你们，还在旧人里活着，旧事里活着，这么一群人站起来了。来教导别人，你说他是瞎子领路，一下都领坑里去。提摩太的后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他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帮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什么实意，这样的人你要躲开。这样怎么样？敬虔嘛，就靠外面敬虔，是不是啊？敬虔的外貌，实际上里面洗没洗心呢？心没洁净，对不对？下面看，这样的人你要躲开他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那罪恶应当谁担？啊？罪恶谁担呢？他自己这女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被各样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。学没学？百姓因罪得赦才知道救恩，这些妇女担负着罪，她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罪。哎，这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说：“你不要犯罪了，要板住、守住、守住律法，不要犯罪。”这是不是有敬虔的外貌，背着敬虔的实意？是不是？因为百姓知道罪得赦了，才知道救恩呐。我的罪已经得赦了，才知道救恩的。那么罪没得赦的人，就被人牢笼的一批人，牢笼在哪一下？律法以下的人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的。他不知道我的罪是谁担去了，耶稣担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什么上活？义上活。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我在罪上死的人，才得以在义上活。这群妇女常常没少学习。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终是什么？归根结底，久是什么？长久的，不能明白真道，是不是被牢笼的？牢笼无知的妇女，是不是？边给你受洗，边按在你的头上，那大肉手按在肉脑袋上，边说受洗你可别相信死了啊，别相信死啊，因为你还会犯罪啊，耶稣没赦你的罪啊，你还在罪上活着啊，答应的还不还？这就表明他同意了这次受洗是假的，是不是啊？用圣餐否定洗礼，再用洗礼否定圣餐，最后我有机会给你们讲圣餐的时候，我再详细的讲这个地方，用受洗来否定圣餐，再用圣餐否定洗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用受洗方？这些洗礼啊，别相信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啊，千万别相信。同意了。你别相信我这些洗礼是埋葬我自己啊，你没埋葬啊。是。那你说你接受这个洗礼意义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洗礼呢？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现在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信心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让谁信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我们既有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。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好不再做罪的什么。现在洗礼罪身灭绝呀！我相信这次洗礼是枪毙我，
目的是要接受圣餐，叫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接受圣餐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受洗是我的身体钉十字架挂在木头上，是不是？受洗是我的血倾倒出去的，和基督同倾倒的。洗礼圣餐是基督给你透析，把他的血给你换上，把他的身体给你换上，好不好？你具备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，才能承受基督的国呢。你没有具备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，怎么将来怎么复活呀？复活是羞辱的复活，是被定罪的复活。具备基督的身体的复活是什么？是荣耀的复活，是得救的复活。听清楚了吗？是身体得赎的复活。一不一样？啊，一不一样？罪人的复活下地狱，义人的复活上天堂，对不对？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真道的人复活是进天国，不接受耶稣基督真道的人也复活了，凡复活要被定罪。听没听清楚啊？那有多少人这个不明白啊？现在我们就得相信我和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借着洗礼就跟他一同活过来。活过来的目的是现在已经像罪已经死了，像义活过来了。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在罪上死的人才在义上活，没在罪上死的人还在罪上活的人没有办法向神活着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啊？好，再回头看，学习了没少学，但终究能不能明白真道呢？肯定没明白。像这看一看，那是什么？还活着呢。好，咱们看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第39节，39节，找到没？39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被审判到这世上来。”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说：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能看见，所以你们这罪还在呀。亚当上在伊甸园吃了分别善恶树果，把哪一眼睛给捅开了？把肉眼，把哪一眼弄瞎了？把这个眼睛弄瞎了。耶稣今天来了，把这眼睛给他弄瞎。耶稣来把这眼睛给关了。把哪个打开了？这眼睛要开了，看到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能看见，哪个眼睛能看见？法利赛人，耶稣说，你们说你们到你能看见是哪个眼睛看见？这眼睛，所以你们的罪还什么？那这个眼睛看见就能看见罪，这个眼睛看见能看见什么？这眼睛能看见什么？
这是从谁生的？从亚当生的，从肉身生的，从爹妈生的，从父母生的。这人管谁叫爸？肉身。这人管谁叫妈？肉身。这人吃谁的奶？是谁奶？是妈妈的奶。这人吃什么粮食？饿的吃什么粮食？喝什么水？接受什么光？太阳光。这人饿的，这人管谁叫爸？管谁叫母？他饿的吃啥？渴的喝啥？接受什么光？看清楚，这人从谁生的？从真道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基督生的，从神生的都可以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生啊，你给他混到在一起能行吗？那咋讲啊？是不是啊？这人里边有什么？这人里边有什么？听清楚了吗？我要讲两个人的时候，你还能看清楚？是不是？这就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属天的。一管天父叫爸，一管地上的父母叫爸，是不是啊？爸妈，对不对？这个饿了，这个嘴吃地上的产的粮食；渴了喝地上的水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饿了吃天上的灵粮；渴了喝什么？活水，一不一样？所以他俩不是一样，这个是看不见，这个是能看见。往往今天人都注重这个能看见，却没注重这个看不见的。那个没有灵眼的人，他注重哪个？有灵眼的人注重哪个？没有灵眼的人，虽然他就这一个人，而一人已经有重生生命了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咱们看。现在他俩开始交战了，从神生的生命是无罪的，从人生的生命啊是有罪的，有罪的生命最后就得和借着洗礼把他什么灭绝了，把这个人脱掉，这个人就渐渐长大成人，就披戴的基督，这就叫穿上新人，对不对呀？到现在就穿上新人，新人是啥？就这肉体就是新人，是不？不是的，这罪身还要什么灭绝了，借着洗礼归入基督死，就等于他灭绝了。现在活着用心眼看，不用这个眼睛看，用这个眼睛看还是这个人活着，看不见这个人活着。要用哪个眼睛看呢？用心眼看，看哪个人活着呢？属灵的灵人活着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当人没有基督的灵的时候，人这个灵啊就是属乎什么呀？属肉体的。当基督的灵要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不属什么？好，我们看啊，好看。这时候你得认真听，你不认真听你都听不懂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我的灵就是属肉体的，对不对？基督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而活了。看清楚了吗？因为信主就这一个人呢，信了一百年就一个人，信哪去了？把那个属灵的人给信哪去了？哪个掌是这个掌？是这个掌？哪个掌上埋有基督的神量？是这个掌？是这个掌？这个是衰微，这个是掌。哪个衰微？外边那个紧张，外边是，对不对？谁跟你讲过？没有。好，等一会儿呢，新旧两个人，你看，罪人他是以旧人在那活着，今天义人他不是罪人在那活，是基督在那活着，是不是啊？是最明显的，有一个是罪人在那活着。那么现在罪人的，我把这个擦掉啊，那是到第几个了？第十一个了啊。罪人最明显的，他是一个人在活出两种性情。
第十一，谁活着？一个旧人在这活着，一个旧人活着，他就一个人，他没有那些人。你看那个罪人，明显的就一个旧人在那活着，他也想活，他要靠什么活呢？就这一个人在那活，用这个人想方设法的借着律法改良改善，是不是啊？就改这一个人，你回去悔改，他回去怎么改啊？他回家的不是这今天有罪呢，回家悔改，他怎么悔改？因为上帝说悔改是指你们要改换一心，把心先改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谁喊啊？听清楚了吗？咱们悔改怎么悔改？咱们悔改要回转向小孩子似的，是不是啊？回转向小孩子，将你的心智改换一心，怎么改？把旧的脱掉，换上新的，这么改，叫新的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就活出基督的样子。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活出不是我活，咱们是这么改，咱们的悔改是这么悔改。从前我自己活着活不好，现在叫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是不是啊？他怎么改？今天不好，回家好好反好，改好，回家改好了再到主面前。因为人非圣洁，没有人见神，所以我回家得自己来个圣洁。圣洁完了到主面前去。他这么改，今天犯罪，明天不犯了。明天改好不犯罪了，他这么改，对不对呀？人活在这里还能不犯罪吗？我上次讲到了。人在救人的国，救人就会犯罪，他的天性就会犯罪。一个罪人，他的天性是什么？就是犯罪的天性。他能不犯罪？想要靠自己的肉体回家改不犯罪，带到主面前去，这样的改法是对是不对？不对，不对。上帝说，一生果效由心发生，得换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将你的心智改换心，先换心呐，改换心，把旧的脱掉，换上新人。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旧人在私欲因私欲的迷惑渐渐什么变坏，而上帝要改的是什么？要把地上的脱掉，穿上天上的，这么改。他怎么改？他不具备里边这个，不具备就从天上重生这个人，他就用一个人来改良改善这个外面这个人。这就是罪人在一个人里活，一个旧人里活。是不是啊？就一个旧人在那旧人，就在一个旧人里活着，这就是一个罪人，明显他的活，他也想活，他靠什么活？肉体好好活，荣耀基督，荣耀神，荣神一人，谁活着？学习了一个好榜样，艰苦朴素永不忘，是不是啊？学习雷锋的活，学习孔巴森教育路的活。今天我是效法谁？效法基督。效法基督。学习谁？基督。所以真正有新人已经重生，真正一个明白悔改的人是先接受道，把基督接受基督的这个旧人渐渐的衰微，里边渐渐兴旺，是这么改。他的改是什么改呢？不，他没有这个人，不接说啥，不接受道，不接受因信称义这个理，不接受从律法里出来这个理，所以他就一个旧人在那使劲改，改到基督来还犯罪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等到死的时候才能不犯罪。是啊，都死了时候才不犯罪呀、啊，死了时候不犯罪也下地狱了，他带着罪走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可不可怜呐？可怜透顶了他。他想要一个罪人在那活着，是不是啊？而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人和这个人是交战之间的关系，是什么呢？交战。我们这个人和这个人是为敌之间的关系，是敌我之间的关系，听清楚了吗？好，咱们看，耶稣在这里都说，你们的眼睛是瞎了就没有罪了，那这个眼睛怎么能瞎呢？怎么瞎的？死了不就瞎了吗？人死了就看不见罪了。
下的，我们怎么死？是等耶稣来了再死，是现在就死？现在就死的。等到耶稣来了再死，那个人是最蠢笨的人，因为耶稣圣经说的，有人还未尝死未等耶稣来了死啥？他未尝死未就被改变形状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死，今天他要那个死是等基督来了，我一下子断气儿了，完了我就改变了，等到那时候再改。而上帝叫我们今天就改，什么时候改？就今天改。怎么改？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往下，十四节往下，跟我讲的时候你认真看看吧，我给你画，你认真看，你看能不能看明白。我讲的时候认真看啊，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。我们看律法属乎什么？灵的。用肉属肉体的人去守律法，守属灵的律法能不守住？能不守住？这是我笨蛋的人才用肉体去守属灵的事儿啊！我用肉体跟魔鬼打都没打过。那么我现在律法是属乎灵，我用肉体去守律法，你说这个人笨不笨蛋？笨蛋的，这些人笨透顶了都。蠢笨人的时候，保罗就这么说，所以罗马书第二章就说蠢笨人的时候，瞎眼的领路的，瞎子黑暗人中间的光是蠢笨人的时候，说没说过？罗马书第二章就一开头保罗就这么说，你们身为犹太人，是给瞎眼领路的，蠢笨人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他自己本身就笨，他教导那回人笨不笨？笨不笨？一个灵巧的人教导下来的人也灵巧，一个笨人他教下来的人也笨，你信不信？对不对啊？你看看，注意看，我们看这里边说，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这老我是属乎什么？他是属肉体的，他是有血有肉的属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谁了？卖给罪了，把他枪毙，对不对？对，把他弄旷野埋葬了，行不行？愿不愿意？愿意。卖给罪的人能不能行善？不能。什么叫卖给罪的？卖给罪的就是没有主权了，现在他除了能犯罪，再没有别的任何的能行善的机会了，能行善的力量都没有了。老我是已经卖给罪，他是本身是属肉体卖给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往下看啊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注意看黑板，看黑板啊，你要不看我你就没有办法明白，注意看，认真看，我不会念错圣经的，我给你念，你看黑板就行。因为我所做的哪个我？老我所做是哪个我不明白的？里边的我。你要发现是这种现象，这是一种肉与灵交战的过程。还有就是良心那个和这没有关系，良心都想靠自己的肉体绑臂来做好事，良心那种就是我有一种良心上的那种律，比如说老牛把人家菜地给吃了，没有良心责备，人有一种良心责备，但这里不是责备，这里是一种交战，不要把良心的那种控告，良心的那种责备当成是这种交战。我注意看啊，因为我所做的这两个我啊，注意看黑板，你别看你那，你看那本就不好使，你看完了你就不明白，凡低头的看本的，你最后你不明白，你别怪我啊。因为老我所做的事情是心我所不明白的，因为从亚当根生的那个罪人，那老我，那个属肉体的我所做的事情是心造的我，从神生的我，从灵生的我，从真道生的我，我所不明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人小，这人大，这人做的事是他不明白的。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愿意的什么？这里边装的是什么？这里装的是什么？
因为我所做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个我所做的是这个我不明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往下看，是我所不明白的，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恶我倒去做，这个人肉体要做，心里还想行善，但肉体还没有什么，没行出来，听清楚了吗？保罗在未重生以前，他把守律法当作美事儿，良心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想要去行善去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才有这种现象。有什么现象呢？有肉和灵进行什么？交战。交战。良心没有交战，听清楚吗？良心觉得我今天我应该做点好事儿，来个人我就给一点面包，我就以为是好事了，给个馒头，这良心就满足了，对不对？来个人我给一块钱，这就良心就满足了。但这种交战和那种良心上的那种不一样的，别把那个放在一起，那个没有这么强烈，这是一种交战，这是根本就做不出来。我心里想行善，我肉体行不出来；我心里不想作恶，我肉体倒做出来了。我里面那个人想要做善事，我外面的人就想做个恶事，他俩正好扭着来呀。这证明他俩不是一个人，他俩乃是两个人，一个脏丝儿，一个女丝儿，一个姓亚的，一个姓耶的。这姓什么？姓耶。谁生的？这姓什么？亚。亚是谁？亚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？是不是两个不一回事了？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过这个经历，还是良心上的那种经历，还是今天这种已经重生得救以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的，这个交战的，什么时候该有的？啊，什么时候该有的？我讲这样你还睡觉，最后你睡觉啥也不明白，走了，空空的来，空空的走了，是不是啊？这里边说的是什么？肉和灵之间，他俩不是一家人，所以他俩不和呀。二人要不同心，怎能同行呢？所以他俩必须得分开。叫你看见，他俩必须得分开。一个是要往好上去的，一个是要往坏上去的。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马上就有这种现象。有这种现象，你不要因为这种现象而灰心失望。相反，恭喜你了，重生了，里边有一怀胎了，在里边蹦高了。那里边那灵，对不对？那个灵人出现了。注意看，以腓立比书，把这隔上看腓立比书，一会儿再翻回来。有神的灵在你心里运行啊！从前没有神的灵在你心里运行的时候，你的灵是死的，你的灵是死的，就靠着律法。我想行好律法没行好，就在那里头；我想行律法没行好，没行好，完了之后呢？就开始去洗罪去了。从前那是因为明白的。第二章第十三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小子们，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好，你们立志行事什么时候开始立志行事了呢？你听着，你听着，世人他说我就信我自己，我良心好就行。世人觉得那个良心，他觉得自己良心好。听清楚了，世人在未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他是以良心律而出现的，因为良心控告他，他说我良心好就行，他贿赂自己的良心，来个要饭的，他给一块钱就满足了，就说哎呦，我这良心，我是好人。马上因为这一块钱就说自己是好人。而保罗在这里说，我的肉体发现一个奥秘，就是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。而世人说我的良
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的。来个要碗花，给一碗冷饭吃，说给你吧，完事儿，这就良心的贿赂，完事儿了。这是良心上的贿赂。和今天保罗这种征战，保罗征战的结果是发现了自己肉体的没有什么，没有良善。你如果今天不发现你肉体没有良善，你就去靠守律法的，守好了你良心就贿赂了。真正发现肉体没有良善，靠守律法根本行不出来良善，就贪污他了。贪污他的结果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罪身灭绝，不再做罪的什么。这是保罗在交战的重生得救交战的这个结果。那么世人呢，他根本没有这个结果。保罗从前守律法守得好不好？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毫无指摘的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今天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保罗从前守律法当作美事，这就说明保罗从前没重生。保罗今天把守律法当作一种遭损的是招损了，不是受益的事情，这就说明保罗已经重生得救了。保罗这段经文肉与灵交战，这段经文写的是他重生得救以后的事，不是重生得救以前的事情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再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继续看，罗马书第七章是五节，注意看啊，回到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说，因为我所做的，注意看啊，黑板，你这不别低头，我肯定一切经文一个字我都不给你落着，都给你念了。你相信着我吗？你相信着我？你相信我是主所差派的仆人，我就不会给你念错经文的，好不好？看黑板，因为我所做的，因为从老亚当生那个我所做的，是从神生的我所不明白的。因为我所愿意的善，老我并不做；我所恨恶的恶，老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心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就不是我做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什么善的。注意看啊，注意看，我来读，你们来看。这两个正好，两个人正好两家，这是两家住在一起，老亚当和新亚当跑一起去了。扫罗王和大卫王同时做王了，听清楚了吗？这扫罗王就想方设法逼迫大卫王，这肉体就想方设法叫肉体跟他，叫心灵跟他走。但这里边已经有圣灵了，圣灵来了就是把这个属灵的生命从他里边带出来，听清楚了吗？那么今天耶和华就要把大卫王立为王，把那个扫罗王就要给他废掉做王，清楚吗？啊，这地方很不容易明白。往下看啊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若我这个老我所做的事情，你把这个当成什么？老我，这个当成是什么？心我，或者把它当成是什么？肉我。把它当什么？把它当灵我。看啊，往前面看，精神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，就往黑板看，一往黑板看就明白了。第十六节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若我哪个我？若我。哪个我？哪个我？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哪个我？我把这个心我掏出来给你看看，这就是心我，来掏出来看看。若我所做的是这个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什么善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良善的。律法要求是良善的，只是我这个肉做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才发现这个奥秘的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这个老我所做的事情是心脏的我重生的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什么善的。
注意往下看。即使这样，即使这样，一个愿意的，一个不愿意的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说的。注意看，往前看，都低头干嘛？来来，往前看啊！你看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罪在哪里了？心灵洗没洗净？洗净了。罪不在这里了，罪在哪里了？记住了没？所以从神生的必不犯罪。从神，这是从神生，这是从人生的。听清楚了吗？从神生的，从人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土生的，对不对？天生的，地生的，看出来了吗？属土的，属灵的，这就不是我做的。这样的罪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老我里头的罪做的。这就表明住在老我里边的是什么？看清楚了吗？你是这么信的吗？是不是？说实话，有的人看到这个地方，叭就明白，明白过来，明白过来，一下就得到了，回去感恩不尽呐。从前他们都是那么信的，今天呢，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现在。你要相信他是无罪的，因为为什么他是无罪？因为他从神生的，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这不是从神生的，所以他里面有罪。听清楚了吗？有罪的人去守律法能守住？守不住，所以必须把这个有罪的人给他什么？钉死他，处决他，好不好？你要没发现他俩是扭着来，他俩是对着干的，你还不去恨恶他？一个世人哪有自己恨恶自己的啊？良心在良心下的人哪有自己恨恶自己的？没有，而且都觉得我自己好，我良心比别人，心眼比别人好，我就信我自己，我良心好就行，我心点善积点德就行了。这是良心在良心下的，这在交战下却不是这样，结果是什么？发现自己里边没有良善呢，一样吗？他俩是交战之间的关系，世人他就一个心跟着肉体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圣灵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不是属基督的，乃属什么？肉体。基督的灵若再住在我心里，我就是不属肉体，我的灵不属肉体，我的灵属圣灵了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再往下看，第十七节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。有人说了，王一浩说的，犯罪不是我犯的，是魔鬼犯的。我说，这是两个人，你没明白？你王一浩，你天天骑个摩托车，我在心里我就看着你一个人，那也没有俩人。在哪来的俩人呢？我说你那大肉眼睛永远看不着那个人，你能看见吗？几个人？两个人。什么两？哪两个人？新旧两个人。受洗是哪个人死？旧人。哪个灭绝？旧人。罪身灭绝，对不对？没有两个人，那怎么旧的死，新的活呢？啊？没有两个人，为什么圣经多处的来提两个人？两个人，新旧两个人，脱旧人穿新人，为什么这样说？没有两个人吗？几个人？两个人，两个人才有交战的过程呢。一个人你自己跟谁打？啊？你跟谁打呢？上场比武的时候，拳击比赛的时候，得两个人才算是这场拳击才是有意义的。自己跟自己打，自己打自己。对吗？不对的，听清楚了吗？好，咱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再接着来。